到谁了呢？那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什么？我们特别喜欢的另一个帅气男团 MIC， 他们会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叫做 Get It Up。 来，让我们有请 MIC， 来，掌声有请。是不是我们跟观众打个招呼，然后做一下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MIC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。大家好，我是队长王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 剑次。大家好，我是 MIC 约翰。大家好，我是 MIC 小新，谢谢。真的是非常的整齐，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刚刚他们跳舞也跳得特别齐。据说他们就是以这个齐舞而著名 MIC。那 MIC 这次来到黑河，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？尤其是对武大连区有什么感受吗？天哪，这个地方我觉得简直是仙境。对对对，人间天堂。昨天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昨天到的。有没有什么？昨天到的这一路上，我们在车上看到的这些风景，真的是，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绿的植被，然后这么蓝的天空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舍不得睡觉，就不想把眼睛闭上，然后一直在看窗外的风景。对，而且奇怪的是，它黑河好像3点钟天就已经亮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昨天晚上有看欧洲杯嘛，我们就熬夜看欧洲杯，然后突然发现天亮了，就很奇怪，就而且很新鲜。更北更东一点。对对对 对, 对，而且其实王浩队长到了黑河以后话特别少，然后我就会问他，哎，我说你怎么到黑河话那么少？然后他就告诉我两个字：醉氧。醉氧啊，因为这里的植被太多了，空气太好，就非常棒。这个晕氧也说的那么的浪漫，是醉氧。嗯，那有没有去风景区逛一逛的计划呢？有，今天我们几个去了。对，你们去了哪里？就是附近。对，那个风景区就是名字我忘记了，反正里面有那种漂流啊之类的，然后有很多火山岩石。啊，对，然后风景特别好。风景特别好，而且我刚才跟大家有提到说这个武大连池的泥浴嘛，是对这个皮肤特别好。像是因为刚开始是一个慢歌的快歌的开场，接下来会有一个很抒情的歌要带给大家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叫《耳熟能详》那首歌曲，叫老歌。
叫做什么呢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。哦，我们一起来听 MIC 版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有请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想起那动人的歌，就是马上就要入门的感觉。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让大家缺氧，缺氧，缺氧。高兴的，大老爷们儿，对，老爷们儿，老爷们儿，对。然后说女孩长得漂亮，女孩就是美女们，美女们，对，对不对？热情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？第一次来分手，一二三。所以接下来你缺氧了吧？接下来缺氧了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利用好手里的荧光棒。对，然后这首歌跟我们一起，就是大家一起出点汗。哎，对， 对， 对，出点汗。OK， 那我们下面带来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漫游记》。You see MIC， 大家听着，放在哪？
的历史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烂熟。